好烦，本来跟我暧昧的男生突然间不理我了吗？好烦啊，我想知道到底为什么。看到他只对我这样，你会觉得很可爱。就算是借着酒劲，你也说过喜欢我。他是真的让人讨厌不起来。以后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芬妮姐，我都绝不会再动心。